来看看那些令人震惊的巅峰赛离谱操作，越往后越离谱。尤其是最后的小粉蛋一手倒钩，真的帅。OK， 先来看第一位最新的无敌点。好家伙，直接飞出了场外，地图都看不见了。好消息是这是一个无敌点，坏消息是回不去了，算不算被淘汰？再来看看这位倒霉的蛋宝。当年泪不干，唐王靠风不复还，西凉国造了反。你好，你好，好家伙，这是三个红小豆大战怪兽啊！你们这三个红小豆还挺正义的嘞。对了，加蛋们，假如地球要毁灭了，你的第一个表情包能拯救你，那么你的第一个表情包是什么呢？他会用什么技能拯救你呢？再来看看这位人机，竟然能打出咸鱼三刀。好家伙，现在机器人都这么厉害了吗？都怀疑我连机器人也打不过了。注意看他的名字，确实是机器人，这么打就不怕刚一扣工资吗？再来看看这位蛋宝，貌似是一个刚一爱人啊。好家伙，这都没掉下去，我都数不清他被打了多少次了。你这妥妥的刚一本人啊。再来看看这位小粉蛋，这操作是真的帅呀。哎，不是，怎么都躲着我呀？你拉个咸鱼，欺负他干嘛？笑是吧？还笑吗？地雷加狗爪竟然能把地雷甩出去，这操作太帅了！给你两包辣条，教教我呗。